哇塞，好几龙胆。对了，哟吼吼！大家好，我是东宝。上次下地龙黄鳝收获很不错，今天35度高温，估计收获也如滑。听粉丝朋友的建议啊，花71块钱买了6个这样的地龙啊，都说这个如滑，试试去啊。上次全部闷死了，很多粉丝朋友建议啊，就是说有一头要放水面上，好像是的啊。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女儿团野生黄鳝少，只是我们没搞到。但是呢，我感觉这个大的好少。我们搞就是搞蚯蚓啊，其他都什么都没放，这玩意儿贵气啊，希望有大收获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全部装好了，就等天黑去放了啊。天黑了，出发。这天气怕有毒蛇，还是穿个这个半筒靴保险一下。出发。总共16个笼子，这个黑色笼子数错有10个，希望收获100条。总结上次的经验，我知道哪里黄鳝多一些，现在啊，希望收获满满啊。今儿睡不打猎，明儿再带一锅。现在放第二秋天，得的水好浅啊。第三秋天，搞个大的。这是水头一点往上。嗯，哦，走了，就在他面前摆一个。第四秋天啊，第五秋天，第六秋天，别说，16个地龙六秋天啊，我们的目标是100条，希望明天早上能实现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，碰了几个地笼子，一个晚上睡不着。我的天，第一个地笼，看看收获如何。一根儿，一个裂根儿，哎，活的，嗯。第二秋天，卡子，呦呦呦呦呦呦，咦，这实话多好呀！这个笼子也有5条，有大条。哇塞！哦，大才这个笼子有多少？我的天，有6-7根啊！而且今天黄鳝都偏大，你看，哇塞，好几笼子。第三秋天，搁点根儿。这个笼子怎么滑下去的？又叫大大的湿的，这个没下去。2-3根，这个估计是圆的下黑的，还是压石头？哦，好多坑。这边没有上边乳发，是不是放过的？这个笼子这秋天最多了啊，但是已经死了。这个笼子就搞了2条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把整个笼子放水的多些，应该到最后数量和上边差不多啊。但是我的目标不是这个。现在我们去取最后一秋天啊，上次没放过，希望有大收获，走。哦，好像点一根都没点。嗯，这里一根，3个笼子就搞这么一根，我的天！这次16个笼子，估计就搞了30来条，但是稍微偏大点啊。嗯，看一下。不过还可以。要大根些比上边。嗯。但是真正的大黄鳝啊，一条是没搞到，真正大黄鳝还是有这么大的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搞不到啊。也扣2多。啊，你看菜嘛还是那么多有。哎呀，有那么多的。我要拧黄不拧切啊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即使收获和上次差不多，我可能不这么切，还能打冰火来啊！现在开始宰黄鳝，此处不宜观看。今天我们继续用那个腊肉炖黄鳝啊。烫一下黄鳝的粘液，只能看是有些哦。嗯。好，看看，看子，像这种发条货就是我们本地黄鳝啊。这是有些东西，你要腌那么多是有的，我觉得。嗯。炒菜，生姜、黄蒜下锅，发酵，放小小的去了啊。黄蒜先装出来啊，炒腊肉。香远的炒腊肉，腊子，黄蒜下锅，放点那个水，放点三胡椒，素菜和大汉紫菜。香嘞，好，你们可以搬家了，等等，再捞捞肉啊，要接的，对吧？哎，冰了冰了，又转天下来了。仔仔，你位置都站好了的。你那么高，我们那么高。嗯，你是老板了。啤酒嘛，这又冰了呢。嗯，过来搞一手。对呀。哟吼吼。我的天，得喷！嗯，就像有些人骑，就边骑边乐。是啊，王三，是王三，你叫王三才可以。你哥哥搞了你嘛？3个3我搞了，看看我搞的嘛？你有吗？过年了。哎。
我把冰刀给算了呀，算了。嗯。爸爸。在这儿。来。来。多吃菜啊。嗯。要不然你一个年纪你跟美国关系。再啤酒吃多，你长肚子很。你没见了，这个芹菜比买的芹菜硬实。那不一样的。那鲜些了，这样鲜些。那整起来往上。要不也到这干净再给了你，我这没吃完你打包啊。哎，苗还要不要再加油？我搞这么快了，长肚子很。嗯，老了，你苗子再干一个。我说你算了哦。又不说了你。走了，老子们。白白不得，你好吃些啊！你们做白白不吃了。你老婆叫到我来啊，旁边，旁边。今天转圈上来。从来没吃过这么厉害。哎。哎，这是没影响。那你，我告诉你，不用他这样啊。不吃。你问的。嗯，我选择我做。那么你这边，不管是白的我不敢。你眼睛是有点差。白的你莫搞东北。我这再就狠，我不敢搞，打脑壳。今儿晚上炒的好吃啊！我酒把我胀饱了，吃不下去了。好吧，我们这次是不是了？拜拜。